像我这双价值500万的手非常的 expensive， 那我这双很贵的手平时都是怎么护理的呢？首先呢，就是把手手洗干净，用一点磨砂膏先把自己手上的死皮给搓掉，擦干以后先擦一层美白精华。我一般都是用的王菲，因为便宜就不会心疼。它就是这些关节隐藏的地方千万不要放过。还是得搓。接下来就是护手霜，我强烈推荐这个多芬的抗氧化护手霜，抗衰老真的太重要了。最后的重中之重就是当当当塑料手套，我们把手手套起来，开始吃小龙虾。吃完小龙虾之后，你就会有500万的手。